就直接下来吧，不要做垂死的挣扎了。刚刚差不多花了，刚刚荧幕显示原本就已经有60块，我刚花50块，然后前面那只金正人鱼公主已经跑一半以上了。那今天我们来玩马路台吧，这台蛮不错玩的，来哦。其实我摸到它就会大跃进。有啦有，我往前面一点点，我摸到。它最漂亮的是三爪下去，然后一只爪子这样勾到它，它会往前跑一大格，这是最漂亮的。都没抓到那个点。哎呦，往前那么一点点，哦呦呦呦呦，有往前动蛮多的，还要过来一点啊，差不多。哦，有没有觉得快出货了？就直接下来吧，不要做垂死的挣扎了。出货，哎呦，中啦！哎，金正的人鱼公主，金正的人鱼公主，呵呵，应该算少少出吧。实际不知道投了多少，要回去看影片才知道。水沟台在逢甲，那这一台很好玩，超好玩的，每次来几乎都少少出吧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Vera con la papaya. No digáis nada, no os entendería.